谢谢哈，各位我们亲爱的，不管是关心铁道文化，或者是新人里或者新区的乡亲，以及我们铁路局还有都阿局的洗护局长，大家晚安，大家好哈。那我想今天大家来这里，无疑就是要关心这个新的一个很大的开发案到底是何去何从。我想台北市是一个水泥城市的哈，大家都看到，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要开发。那其实我们刚刚听到铁路局的话，我们是有点心酸的哦。铁路局讲说18年来我们没有涨过价，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的，18年来铁路局的所有的员工啊，每个人都是薪水照领，也没有哪一天没有领过薪水，对不对？意思就是说，18年来铁路局如果有亏空，都是用公库在补贴，并不是用铁路局自己在挤债。即使有挤债，最后的债权人、债务人还是我们的政府。因此我们认为说铁路局不应该有卖土地或者是把土地来做一个变更交换的程序，那么来挹注他自己的亏空。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他一讲要不要这样变卖主场了，是不是这意思？我们认为说这个话不应该了。你应该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刚刚铁路局讲到说，我们对铁路文化的维护不光是在台北市，但是我要讲在台北市才有这么完整的一个地方可以做维护，以及在台北市才有这么多人愿意到铁路文化来看看我们早期台湾铁路文化的发展史。因为到台湾各地去叫做一偶，就是一个一点点，大家只能看到一个部分，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全部。所以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覆水难收了，一旦开挖下去永远不可能再回头，因为它的土地将成为就是一个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支援铁道文化及文化创意产业所需要的文化展演。那这我们一字一句的来念，文化展演无疑的就是代表说以后可能会有一些表演厅或者是一些场馆，那些场馆跟表演厅也有可能是小鸡蛋的小小鸡蛋，也有可能的，就是文化的表演的地方。但是这个是不是大家的需求我都不知道。另外一个是商业购物，那个以后就是大概有很多大型的百货公司要来进驻。另外还有一个悠闲娱乐，就是电影院，就是我们一些视听中心，这叫做悠闲的娱乐，以及商务办公，以后会盖这个6星级、7星级的这个商务办公，再加上住宅，以后的住宅也绝对是高级住宅。那么可以很显然的告诉我们说，这里如果说今天的都审一旦通过，或者今天的大家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的时候，如果由台北市政府结合以铁路局来配合，我们不敢讲挂钩了，那事实上是形成挂钩的话，那这个情况之下就是他们自编自导自演，以后各位我们就少了一个费，就少了一边了。本来我们又费有2亿，但是以后就少了1亿，那就可能历代呼吸的空间就变少了。我想这个案子不管怎么样的开发，我们都希望赞成用低度开发，我们希望它改变，我们希望它进步，但不希望说它又是回到一个车水马龙，一个非常拥挤的一个成为大家聚集的地方，反而变成我们提供了一个立地出来让全台北市的人、全台湾的人到这边来做消费、做娱乐，那这样失去我们这块，我们把这个地让台北市，其实他们是在一种类似财团的变更方式，我把工业区的地捐给台北市，我无疑的就是我要换取最大的利益，就如同当年的金华城也是一样，他就把地捐给台北市，那最后受益的是谁？一定是他本人。有一句话讲就是，这个撩起行李不让者，意思就是说，台铁也不会笨到说，我就是要去送给你台北市，不然台铁就光明正大一点点，就是我们的钱反正输了，这个赔钱，或者是台铁要是亏本的时候，都由工会来挹注，那台铁就是不要动这个地的脑筋，你就干脆捐给台北市政府，那台北市政府他要把工业区变为住宅区，变为这个不是变为住宅区，变为一般的不管是工商或者住宅混合区，在于台北市来接受我们不管是全民议会的监督，这样子产生出来的结果是比较好的。但今天铁路局是代表说
有限度的捐赠。我的捐赠的过程当中，我一定要获得最大利益化。那最大利益化的过程当中，就是我希望我这个土地将来是可以出售的，可以卖给财团，可以卖给谁。那买的人一定是要降本求利。那我想今天的都市一旦通过以后啊，就是比如洪水猛兽一般了、啊、就是没完没了。各位绝对不会看得到是在回到你原来说想要的那一个结果或者那一个感觉，绝对是要不到。所以我是认为哈、当时有人讲黄大州不太会做事，但是却造了一个大安森林公园。那做的时候大家都反弹啊，那这个市中心怎么去做那个森林公园，是不是糟蹋了土地？但现在有很多人怀念黄大州，他觉得说他如果什么事都没有做对，起码那件事情是做对的。我这样讲是没有错的哈、哦。因此我这么说，如果说把这个台湾的铁道文化留在这边，我想各位台湾铁道迷，再过五十年，再过二十年，再过几十年，你永远看得到铁道文化的真迹跟它的发展的过程。如果把这些真的是铲平的，真的变成高楼大厦，变成一个非常进步的商业城市，非常进步的商业的一个设施，那未来我们看到就是进步，我们看不到古迹，我们看到就先进，看不到我们所谓的文化的遗产跟文化的古迹。因此我认为说，当然我是台北市议员的身份，在这边绝对不是说民众在这边我来哗众取宠，也不需要如此。我们应该摸良心说真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台铁是用降本求利，台铁是用权益的问题来讲，我们应该谴责台铁。你不能有这样一个自私的心态。台铁当时的这些东西都是日据时代留下来，这是全民共有的，这是大家的资产，不是台铁，也没有真的一个台铁人拿钱出来买的。我这样讲大家说同不同意？应该是同意哈。因此我要再一次的呼吁台铁，千万不要把它是当成是一种交换，当成是一种说我们就是要准备开挖 要出卖，应该要用一种比较宽阔的眼光去看这个问题。我想进步是必然，进步是挡不住的潮流，进步大家都要，但进步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够兼顾更多文化的遗产，更多当地的文化，更多台北需要的地点。我认为是这样子的话，大家应该不至于会反对。但如果说把它弄得像刚刚有民众讲的，以后的绿地只有千分之六，只有千分之百分之六，应该是讲千分之六，那这千分之六，那实在是讲起来哦，千分之六讲起来实在是太少。当然，你可以跟我讲说，每一个开发案里边还会有建蔽率，这我也懂，但那是私人的，那是在他们社区里边，在他换店旁边。它是换店的建蔽率，它是商场的建蔽率，不是全民的建蔽率。我应该这样讲，如果你是国务纪念馆，它的建蔽率叫全民的，当然是你公园叫全民的建蔽率。我今天在这边要诚挚的讲，就我们希望说那个发展局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能够用深层的眼光，用高瞻远瞩的眼光，用眼见来看这个问题。如果你把眼见这两个字提出来，你就会做出一个比较宽广的格局。如果你摆用势利眼的方向，就这么说寸土寸金开挖就是对，那我觉得这样子是把全民的资产都拿下去哦，卖钱，那就是大家都去分家产，这不是应该要有的现象。因为在这个关键点，我们必须讲一个真正的话。我也再次的呼吁台铁必须要重视，让台铁文化留在台北绝对不会有错，让台北的铁道文化留在我们这个地方也绝对不会有错，让这里能够成以后更多人喜欢来的地方也绝对不会有错。我想没有真的一句哗众取宠，句句都是这个用心，都是我们可以说是叮咛，好不好？我就我想我要讲的话也是一部分人所要讲的话。我们的原则就是希望说不要做高度的开发，我们愿意选择做低密度的，我们来选择来配合，而我们不愿意来配合很高密度的，因为这样子等于所有东西都是铲平的，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